哎呦，台湾这个，哦，我看了一下，侯友宜说他的新阵容即将揭晓，哪一些啊？他的新阵容？就把金溥聪找来了嘛？谁啊？就马英九以前那个操盘手啊，金溥聪啊。哦，我看到还邀请马英九当他的什么？竞选总部主委。嗯。有用吗？你觉得国民党有没有需要换下他？这个主要要本人啊，本人最重要了。嗯，你说侯友宜本人最重要，他的意愿。当然啦、啊，你不配合演出有屁用啊，对不对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。你要会演呐、啊，那选个屁啊，真是。不会演就拜拜，拜了个拜。热爆了，30度啊！我就已经热得不行了。这次要回去，我这个温度根本没法待，只能在室内活动。我看成都搞不好到38度了吧？对，其实人呢，就是不能够，就是在安逸的环境里面待太久。你看以前我在成都的时候，37、8度，嗯，我都是走路去学校，什么走路去就是去逛街的，我也没有觉得很热。现在这边凉快的地方待久了之后就你就对其他地方水土不服了，嗯，有一点。这个就像你如果去昆明待久了，你去其他地方都闲着。哎呀，昆明很舒服，昆明的水果也很好吃。我听说昆明跟那个泰国的那个哪里啊，就泰国比较偏北泰北那个地方蛮像。清迈。哎，对对对，清迈在北边，我每次去玩我都不知道。嗯，清迈，曼谷我是不太喜欢，曼谷太杂了。我们现在推出去吧，嗯、反正也、嗯、OK 好。哎，我们从中美关系开始讲吧。嗯，好吧，中美关系开始讲。好，出去了吗？出去我就。对，我就直接开场。